这么多年来，董事长向来很健康，血压控制的也很好，没想到这一病居然这么重。妈，爷爷不会有事吧？ 医生，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？白先生，白老先生的病情恶化迅速，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情况很不乐观。你们做家属的要有心理准备啊！白老先生现在还有意识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谢谢。 那我们进去吧，爷爷。爷爷，我在这儿。爷爷真想你，真想看你。原来你才是我孙女儿啊，爷爷。 可惜呀，爷爷已经没有时间跟你好好相处了。爷爷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别骗我，我心里有数。爷爷，爸，孙女儿啊，我很欣赏你的天分，爷爷非常欣赏你的才华。 但是，一直对你那么严厉，你不生爷爷的气吧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知道爷爷是为了我好，希望我成才，所以才会这样。那就好，乖，乖呀，孩子，你可要好好的。 成才，雨天，爸，你把你们两个手握在一起，使劲握，这就是白虎的未来，再握一起。 再使劲儿，要让我们白狐永远屹立不倒。爸，你要看着好起来，你要看着我怎么带领白狐。永和，永和，爸，我谢谢你。 给我们白家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女儿，哎呀，当年我坚持要拆散你们，说你配不上我们白家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爸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早就不去想当年的事情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一家人能够在一起。 应该高兴啊！高兴，我太高兴了。爷爷，叫医生，没事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大军，董事长，你从那么小就跟着我，现在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了。董事长，您不能有事。 我还得给您开车呢。不用，我不用。我给你准备了点钱，好让你在城里买套房子，把家人接来，好好的过日子啊。董事长，那谁给您开车？您不能不要我，董事长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。 我想好好休息。 我这辈子。
爬上过高山，也跌到过谷底。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静静地躺在这里，看着我的家人。钟灵啊，你们就别怪罪他了啊。爸，你要撑下去。您不是说您有设计的天分吗？他跟您携手，爷爷一定会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。您不想挑战吗？来得及好好孝顺你，爷爷。